今天是111年的11月6号，我们现在目前的话呢是在那个桃园展演中心。那我们正好台北市中华书画艺术学会是从11月3号到11月19号在桃园这个展演中心办理我们111年度的会员联展。那我们这一次的作品呢，一共大概有83幅，啊，中间的话呢有42幅是这个全开的，有41幅是对开的，当然里面的话有书，有书法，也有画。那在书法的部分的话呢，当然是篆隶草行楷这个都有。另外的话，就是在画的部分呢，比方说是山水啊、花鸟啊等等，都是非常的都是我们的会员啊，这个会员的作品。另外的话呢，就是有一些这个咨询委员啊，我们聘请的咨询委员的作品。当然，这些咨询委员的话，都是我们特别这个商请目前其他各个书画会的理事长。或者是曾经担任过理事长的一些资深的一些书画的朋友或者老师来担任。那这次的话，我们在这个桃园展演中心呢，它的场地非常的宽敞，非常的大，有500多平。那所以呢，我们是跟这个桃园书画教育学会一起，我们分别各自办展览，用同样的一个场地。所以今天呢，正好呢是他们这个桃园书画教育学会呢开幕式，所以今天的话呢来的人很多啊，非常的热闹。那我们这个书会因为正好在去年的年底啊到今年的年初也办过100年的会员联展，那111年今年的这个联展的话呢，我们办开幕式也不印画册，因为我刚刚讲的，我们今年年初的时候，100年这个书画展的时候呢，我们已经印了画册，然后呢也做了开幕式。所以呢，我们这次是因为疫情还没有完全这个缓解，所以我们就减少开幕仪式。第二个的话，为了减少起见，所以也不印画册。那我也欢迎各位能够有空的话，能够在这个11月3号到19号，能够到我们的现场来参观，给我们指教。好，谢谢。那我想，可能因为今天来的人来的这个贵宾很多，我们这个沈大佬，台湾书法家学会的理事长啊，我们这个沈荣怀沈理事长特别到现场，我们是不是请我们沈兄沈大佬来说几句话，给我们鼓励？这个大家好，今天非常高兴从台北来到桃园来参加
这个盛会，我们台北市中华书画艺术协会也从台北远征到桃园，与桃园的书画家一起来交流，一起来观摩，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这个交流活动。我们借着艺术彼此交流，彼此建立很好的友谊，彼此相互学习，让我们心中充满了文化底蕴以及这个学习的自强自立的精神，发扬我们中华文化，让我们的文化长长久久，代代相传。感谢大家，有空大家欢迎来，大家一起来欣赏，谢谢。今天我们来的贵宾里面，这个当然很多。那我们身边的是我们这个中华国际女画家、女书画家学会的理事长杨静江，杨理事长，她也是我们这个学会所特别增聘的咨询委员，我想也是请他来到此地来参观完了以后呢，给我们一些指导，来给我们讲几句话啊，谢谢。今天非常的高兴，今天是我跑的第二场的一个展览啊。这个展览我不想这里这么大一个展场，在我们这个冯理事长的领导之下呢，看到这么多琳琅满目的作品，这是我的作品在这里啊，我的作品胶彩，这都胶彩的作品在这里。这个学会呢跟我很有渊源，之前是刘炳南老师创办，他创办了之后呢，有一位钟正威理事长，再来是李玉轩理事长，再来是我们的冯世鹏理事长。那我觉得他做的有声有色，引导我们到处去展，这个学会的名声越来越好。你看这里所有的作品，这样的丰富多彩啊，所以今天非常的开心来参加这样的活动啊，也谢谢袁理事长也特别的来替我们加持，感谢感恩，谢谢。那我现在再来介绍一位很特别的一位，他是我们现在目前我们书画会的副总干事，然后呢他也是兼我们的这个秘书组的组长，他现在呢刚刚又当选了中华大汉书艺协会的理事长，他正好今天也有作品来参展，所以呢我也请他来讲几句话，谢谢。我是叫周新恩，那因为我在这个会是当那个工作人员，所以呢这几天呢我们这样子布展下来，觉得这个地方场地是真的很不错，而且光线很好，也大家都看得到我们的作品真的是很好很好，所以欢迎大家都一起来观赏一下，那也支持我们这个会，是台北市中华书画艺术学会。那目前我们的冯理事长真的是很不错的理事长，所以呢请大家多多支持，谢谢。介绍我们这个书会的副理事长啊，目前的副理事长秦来春副理事长，那他今天呢正好也有作品来参展，我们也请他来说几句话。大家好，很高兴今天来桃园展演中心，展了这两个山水。这里的我发觉，因为我第一次来这边，我发觉这里水准真的很棒，他们的书法还有画画都很棒。然后这第一次来，哇，太惊讶了！场地这么大，这么好，真是太棒了，满足！希望以后还有机会再来找去，谢谢。今天的话也很高兴，我们另外一位副理事长，这个于美都副理事长，他的这个作品他主要是以书法为主，他的这个作品呢非常的特殊啊，还有他自己本身的创意。所以每一幅作品都有不同的一个给人新的观感，我们也请他来讲一下他是这次参展的一个感想，另外介绍一下他自己的作品啊，谢谢。我的作品先要心中有答案要怎么写，那
结的话，很快几分钟就。问题是，先想好要怎么做。要有美学基础，是这样。我简单介绍这个。对，我们这个介绍另外一位我们本会的副理事长，甘美华，甘美华副理事长。那他主要的话作品都是在画画的啊，这画的部分，不管是山水也好，花鸟也好，那都是非常的杰出啊。我们也请他介绍一下他自己的作品啊，谢谢。谢谢。因为这个是台湾蓝雀，是我们台湾的国宝鸟啊，这非常好。那我就把它和这个牡丹来配合在一起。牡丹是代表的富贵荣华啊，所以这也是希望。然后又一棵松树，松就是松柏长青，所以我们标题就是延年富贵啊，希望大家能够身体健康，平平安安。那这一幅呢，我是想一只大老鹰，那么它在空中飞翔，那么它经过的地方，我也希望有点近的风景，所以我就用了一些红色的秋天啊的枫叶啊点缀一下，有瀑布，有远山，所以写的这一只鹰呢在自由飞翔，觉得很快乐无比，所以我的标题是展翅高飞任翱翔。再介绍一位我们本会的监事啊，王美惠。王美惠老师呢，她主要的话呢是以书法啊，以书法为主。那她今天呢所写的这一幅啊隶书啊，它是结两汉石穴，背奉列碑啊。它主要的话呢就是呈现到啊，它写的是个龙门队，龙门队的方式啊，把这一所作品啊，用这个隶书的方式啊，把它呈现出来啊，写的也是非常的精彩。在这里呢，特别也跟各位来做一下。